You know the story of the Russian cosmonaut? So he goes up in this big spaceship, and he's got this portal window, and he's looking out of it, and he sees the curvature of the Earth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this strange ticking is coming out of the dashboard. Okay, yeah. But he can't find it. He can't stop it. It keeps going. A few hours into this, begins to feel like torture. What's he gonna do? He's up in space. So Cosmonaut decides the only way to save his sanity is to fall in love with sand.从前我一直以为北方很远，至少离我很远，离温哥华很远，但没想到疫情给这个圣诞节假期带来的礼物居然是这一趟一路向北的旅程。我们首先前往的是位于 Wells Gray Provincial Park 的 Moor Falls。这个瀑布的特殊之处在于可以进入瀑布背后的洞穴，跟冰岛的塞里亚兰瀑布非常相似，但到达之后就发现了大问题，导航只把我们带到了位于瀑布上方的观景台，而想走到瀑布下面的路冬天已经是关闭的状态，但我们还是顺着路线穿上冰爪，踩着冻住的地面一路走到了瀑布底下，接着就发现了致命的问题，没有路可以走到对岸，而唯一通往瀑布背后山洞的路就在河对岸，于是我们便开始了。OK, very good. 好，吃饭，吃饭。真香！等到吃饱喝足，拍完收拾好，天色已经渐暗，甚至下起了雨夹雪。上车就开始火急火燎的朝 Jasper 的方向赶路，没想到又发生了意外。现在前面出车祸了，应该是死人了，完蛋！问一下他。哇，这个太恐怖了！怎么了？怎么了？人在车里吗？拉出来一个人，打成功了。下车了解了一下情况，是大雾和暴风雪导致能见度下降，两辆大货车在会车时大滑相撞，所幸没有人员伤亡，驾驶员也只是扭伤了脚。我们在拨了卫星求救，等到警察救援来到后，便掉头往回开，在 Clearwater 找了个小酒店住了下来，度过了这惊心动魄的一晚。在确认了高速已经畅通后，我们再次开启了前往 Jasper 的旅程。昨天事故横在路上的大卡车已经被拖车移开，路面也已经清理完毕。到达 Jasper 时已经快日落了，在住处卸下行李，
我们跑到了 Jasper Pyramid Lake。第一次体验了加拿大传统冬季娱乐项目，在冰封的大湖上滑冰，一直玩到天彻底黑了以后才返回住处。吃完晚饭后便早早休息，因为明天便是本次旅行的重头戏之一。在专业向导 Jesse 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 Tango Creek 瀑布。OK。Jesse 设置好 anchor 后，我们便开始攀登。一上手，我便发现攀冰与之前攀岩的体验完全不同。习惯于攀岩寻找落脚点的我，很不习惯用脚把冰爪踢入冰墙来进行固定。连着失误摔下两三次后，我便先行下来休息，让小伙伴们继续尝试。开。Climbing。稍作休息后，我便系上绳子，继续开始攀登。逐渐习惯了用脚踢冰面来进行固定。小伙伴们也相继登顶后，我们便开始了分组攀登，甚至还尝试了吊在岩壁上进行拍摄。Nice. What's that?Yeah, go on, go down. Yeah, I'll film it.告别了 Jasper， 我们继续一路向北，从山区到丘陵到平原。阿尔伯塔以丰富的原油和木材资源闻名，在一望无际的林海中穿行，一路上经过了无数个油井和木材厂，终于在圣诞节前夜赶到了这个北方的小镇。有点完蛋，我们现在车陷在雪地里。哦，这个雪有多深啊？让它垫高一点。相继尝试了疯狂挖掘，拿木头垫高都没法脱困后，我们只能向100多公里以外的小镇打电话拖车求救。在等待拖车救援的一个半小时内，因为在车里冷得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决定下车支个摊子烧火取暖。我们好像有救了，正在拍。最寒酸的平安夜大餐，在所有店都休息关门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找到了一家加油站，接了热水，泡了风干食品，凑合着吃了一顿，甚至还有中午吃剩的薯条，太惨了。这比后面
面好吃多了。肯定啊，这个比泡面贵多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没有放弃我们最初的目的，在这个布满积雪的大湖上，用铲子硬生生挖出了火盆和座位，开始等待起了极光。好的，最小的火。今年的圣诞节没有大餐，没有家人，但在极光飞舞的天空下，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旁，可能正像我说的一样，我们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了这个圣诞节吧。小镇带给我的回忆不只是燃起的篝火，当然也有一望无际的白色雪原。在 high level 的四天，我们见过了北纬60度的日出与日落，也踩过极腰的粉雪，在树林间漫步。小镇不大，人口甚至只有3000不到，气温也是直逼-25度，但在这个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名字的小镇上，我却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和宁静。冷到令人发指的严寒下，冻结的不只是空气，仿佛也有时间。路上开过的一辆辆木材车，一辆辆油罐车，街道上几乎没有人在走路，超市里甚至能买到过期了一个月的牛奶。我们发现 high level 有一家叫 Abundant Asian Mart，丰富的亚洲食材，这是个神奇的事情。似乎只需要极少的人类，这个小小的生态系统便能自如的运转。与小镇的告别是在一个清晨，800公里的奔波，冰雪逐渐消融。时隔一周，再次见到裸露的地表时，居然略微有些欣喜，甚至不适应。只是依旧冰封的大湖和-10度的气温提醒着我们，这里依旧属于冰雪的王国。虽然这次的冰泡不算多，冰也不够通透，不像上次一样仿佛一眼就能望到湖底，但在冰泡湖上滑了一次冰，还开发出了新玩法，人体冰湖。这趟冰泡湖绝对是来对了。
冰泡壶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你只有拿肉眼看的时候看到下面的这些纹路，拿镜头的时候全是虚的。差不多吧。我觉得这次已经很完美了，极光也看到了，冰泡也看到了，还有啥没看到的？看到山，还看到山。最后的最后，在回家之前，我们又回到了班夫和 Jasper。住过温暖的翡翠湖小屋。哎，这个手电是。这个。那块有个啄木鸟，不知道能不能听见。似乎相机的麦克风听不见。也与大山的朋友们有了一次又一次完美的邂逅。体验了在野地里用屁股滑雪，无情推坡机，也等来了没有时刻表姗姗来迟的小火车，在暴风肆虐的冰原大道上尽情的奔跑，也在沟壑纵横的马铃峡谷留下了探索的足迹。对于我来说，这趟旅程应该算是完美了吧，至少它让我知道了北方并没有那么遥远，真正的战斗城市，5000公里的长途奔波也没有那么劳累。连续看了14天的大雪纷飞，从2020看到2021，这就是最好的新年礼物。新年快乐！2020行驶了超过30000公里，按动了超过40000次快门，奔赴与山海之间。2天1夜的温哥华岛夺命狂飙，3天2夜的巴嘎布硬核山巅越野徒步，可能也忘不了我在瀑布下的凌乱，在小湖上的宁静。谁又能想到这次旅行的最初目的地根本不是这个阿伯塔北方的无名小城。可能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这辈子也不会知道他的名字。人生也一样，相遇后再分开，没有什么好后悔的。珍惜当下，冬日点燃的篝火会在心中燃烧，夜空舞动的极光也会在脑中回荡。2021，再勇敢一些，逐渐习惯一个人踏上旅程，一个人登上高山，太难走了，守着无人的篝火，收获独一无二的感动。